检查是后座啊，四个叶片同一个方向，就证明这是好了，不同步就是坏了啊，这个没断很正常的。好，开始装了。把这放上去啊，这里等下插到这里面去，要从上面搞插进去，不能从下面插的。有拍这里吧，这里是插这里的哈，往上插，所以我要拨上去。首先对好脚位，那这里有两个脚位要对准，这上面四个脚位要对准，一二三四。好，对准完就不装了，不按紧，先把这里插进去先，来往上面照下去，比较清晰一点。嗯，这里一边一边按，不好按我们就抬高点。这边先把它推到这个第二条，好，推进去好了。左右拨动一下，嗯，哦，好，按暂停一下，好，然后两个插都插进去了。这里四个脚对正了，这里一二三四，下面两个，啊，这两个也对正了，这样我们只要用力按就可以了。好，按完开始检查这个脚卡到位了，这里都按紧了，这个卡到位了，这里两个脚都按紧了。好，就开始适应这里了，左右波动正常，上下正常。好，开始装车。首先正着放进去就好了，按进去就可以了，缝隙都是很完美的哈，完全没缝隙的。上紧这里四个螺丝，先用手扭一扭。这个呢？这个不要，这个是原车旧的，掉下来的。我们这新的有了。原来那个就是一踩就散掉了嘛，有些掉了。先用手扭一扭，扭的顺了，就证明是牙是正的。直接上紧，好，四个螺丝上紧就 OK 了，这里都是卡住了，就开始装了。有个插头连起的先插回去。
插紧了，这按出去，好，把这拿开先，把这线拿走。这垫子抠一抠，这垫子挨到了。这个位置对了，用力按，嘣的一声就可以了。嗯，好，完美，搞定。再装个垫子上去，这个垫子以后是有的配的哈，现在刚好还没有出来。OK， 完美啊。好，就这样。